虎扑9月22日讯，北京时间9月22日凌晨，18-19赛季德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正式打响。在首场较量中，斯图加特场0-0战平升班马杜塞尔多夫。本场比赛在梅赛德斯奔驰竞技场进行。第34分钟，戈麦斯门前错失良机，对方门将扑球脱手，但戈麦斯补射没能打上力量。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，一边再战。第50分钟，齐雷门前近距离扑救挡出艾汉的近距离爆射。第82分钟，又是齐雷单脚挡出莫拉莱斯的折射球，最终两队破门乏术，比赛0-0互交白卷。